来来来，王老师，今天和你分享我的午餐。OK，来250到300 ml 的白开水，再加入几块冰块，凉爽凉爽的哈。OK，那今天加入这个可可的 Barbecue 代餐。Barbecue 代餐有25种维他命和矿物质，还有5克的纤维，帮助这个排毒通便。今天我加了这个 probiotic 啊，这个是益生菌，这个帮助这个肠胃的健康这个非常重要的哈。如果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提高的话呢，益菌非常重要。这个是 collagen 啊，这个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皮肤这个紧实，然后呢，看到没有，这样老啦。这个是胶原蛋白肽哦，跟市场上的有一点不一样啊。好，这是我一般上会加的这个 all plant protein，植物蛋白质。植物蛋白质很重要了，因为它可以加强免疫系统，这个是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这非常重要。因为现在这个疫情期间哦，我们都要提高我们的免疫力。好。那下来呢，我还会加一个特别的，就是这个 coco 的这个 protein 啊，coco 的蛋白质，因为我刚才加的是 coco 的代餐，加这个 coco 的 protein 呢，它有个双重助鼓励的感觉，很好喝的，因为尤其是加了这个冰块啊。所以各位，你看我这一餐里面呢，有一包代餐，有所有的维他命，然后我加了这个益生菌，然后再加了这个胶原蛋白肽。再加这个 extra 的蛋白质和这个 coco 蛋白质，真的是一套大套餐的了。OK，这样摇45就可以了，45次。Very good，换一餐，换回来。OK。Nice，喂，太棒了！